夫妻结婚是不会问前任吧？问你的前任都太清楚了，都知道了。我不会特别问哎，可是有不小心遇到过。前任？我老公的前任。你遇到的时候怎么知道他就是前任呢？因为我跟我老公一起遇到的、一起遇到他也不会自我介绍说我是你老公的前任呢、他就会跟他打招呼啊，然后就他就说哎是我老婆，我就跟他这样然后走了之后我就说他是谁啊，他说前女友。你先生不怕你生气？我说你没什么好生气的啊。他很正吗？正的话怎么会分手？你这想的话太过分了，天下人都会分手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讲？张佳，你如果他在路上跟一个女生打招呼，你会问说这是谁？你会问吗？没遇见过。没遇你都挑别的路走是吧？绝对绕开。我觉得女生的那个第六感啊，或者是什么，还是很准的。对。这个女生跟他之间有没有过去，或者你完全能够感受得到，你都不用问，就是他的那个语言跟眼神和他的都不一样了。对。进明星家会看到什么东西呢？花花万物第二季就在优酷。